本节目由调查官手摇茶独家冠名播出，调查官手摇茶，全民好茶，等你调查。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寻宝，先人一步，更多悬疑烧脑内容尽在芒果 TV 会员尊享。名侦探学院第四季寻找宝藏游戏总规则，在光明村中埋藏着一个神秘的宝藏，据说宝藏是一张可以兑换5根金条的兑换券，谁找到就归谁所有。学员们可以利用初始道具和警工拍照的寻宝手机去村庄里寻找线索，这些初始道具会指引学员们一层层揭开宝藏真相，形成推理线，而6条推理线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宝藏藏匿点。学员们寻找宝藏的时间限定为获得初始道具开始到第二天早上8点，另外在此期间学员们还会进行多个游戏，在游戏中获胜的学员可以复制其他任意学员的初始道具，道具越多提示越多，提示越多则找到宝藏的几率越大。但请注意，在寻宝过程中不能故意移动或者藏匿线索提示，如果有人率先找到宝藏，请一定要注意保密，因为在第二天早上10点，学员们会进行一次不公开投票，所有人要投出自己心中认为找到了宝藏的学员。如果有3个级以上的学员都投对的话，那么找到宝藏的学员就不能拿走宝藏，这次的宝藏就会累积到下一次，变成一张能兑换10根金条的兑换券。反之，如果大家没有检举成功，这个人将拿走本次的宝藏5根金条。如果出现两人均得3票的平票情况，则由其他4人现场商定最终检举人选。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就是没有人找到宝藏，那么这次的宝藏就会清空，不会累积到下一次。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第二个宝藏，宝藏男孩们来了。Timbo，Hello，Hello，Hello， 大家先站好，要发布第二期的任务了。那今天呢，天气很好，觉得今天是个非常适合郊游的日子。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福利，哇哦，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樱花林。樱花林，哇哦，好，心心念念，好巧不巧，我和小何好像去过了，是，要么我们先回休息啊，大家今天加油。我们昨天晚上连夜去探路，哎，对，步行去。One Piece 就在前面，冲！对，哇！感谢你们探路，今天呢，我们就去樱花林踏青。哎呀，好，行吧。然后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春游气息的小道具。这个道具跟推理有关吗？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呢，你们先每个人按顺序自己选择一下。我要黄色，我选绿色吧。我要黄色。好，给小七留着黄色。我来这个吧。Red， Red， Yeah。那我要个橙色吧。涛涛，猛男色。猛男，猛男粉，猛男粉。来，谢谢。时间到了，我们就准备出发去樱花林郊游了。出发，出发，冲！出发。出发，樱花林，我们又来了。See you again。感觉很像老师领着一帮学生，然后出游。哦，可以，说得很快。What are you, bro？ 哎呀 ，Hello， 师傅你好。来喽 ，Coming。请系好安全带，车上那个温度适合吗？可以。天了，感觉好快啊！我觉得我们昨天走了很久才走到那儿。是这儿吗？没有没有，这只是贝拉小镇，还在前面，还在前面。贝拉小镇，那真的够远的。所以你们昨天真的走了很远。心疼一波摄像老师。对，心疼一波 Timo。所以 Timo 今天就是，你们还得拽着 Timo。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是因为昨天走了太远了。对，是的。主要是你们不同的人，不同波的人都领着他出去走了一遭。对，哎，老工具人了，老工具狗了，老工具狗了。
现在各位在右手边看到的就是樱花林的部分场景，你得一直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走到头，走到头之后呢，再从那头再往回走。不是，你告诉我的，来，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昨天走到那边，发现了很多很妙的地方，发现了什么线索？对啊，我们已经在那边埋好雷了，对，就等着你们过去踩。哇，你们太厉害了！哦，我们可以下车了。不累，走 ，Let's go。这边。啊！欢迎大家来到由调查官冠名播出的会员定制节目《名侦探学院》第四季。正如你们所见呢，我们第二次的宝藏找寻游戏从现在开始。因为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文涛找到了我们最终的宝藏，然后我们大家也没有检举成功，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宝藏还是从五根金条开始。好，不过今天啊，我们选择道具的顺序呢，大家可以猜猜看跟什么有关。跟颜色吗？哦，大家好聪明啊，大家太聪明了。哇，对，没错，今天大家挑选道具的顺序就是根据你们手上风车的这个顺序，然后顺序如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顺序来选择我们今天的初始道具。啊，钱包。有钱吗？他能告诉你吗？你想要啥？我能告诉你吗？我留给你了。好纠结啊，因为刚刚就想拿那个钱包。那留个樱桃。好，小齐选择这个盒子，但盒子里面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里面藏了筷子吧，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餐具。恩琪选择，我应该会选择第四名是我们的凯凯。选这个，选这个，选这个。啊，我就拿这个。凯凯选择了彩票。哇哇哇，小何，你想选什么？装水的呀，生命之源。是的，我也觉得。你要选那个。爱喝水，喝。那最后只剩下一个卷尺给我们的猛男。一眼下车就看见那个了，有点太远了吧？你下车从那儿。不是一般的格尺。今天来到这片樱花林了，我们除了要欣赏美景之外，我们还要尝美食。Yeah! 而今天的午餐就是土烧烤。哇、wow! ！我恳请烧烤这件事情交给凯凯，凯凯烧烤做的很好吃。凯凯今天没时间，凯凯今天要摊，凯凯要忙其他的呀。我们有给大家准备好制作烧烤的相关工具，但是食材需要你们去附近买来。买来。刚刚过来的路上有一家小菜摊，蔬菜可以去那边购买。再出樱花林大门之后，右手边的平房有肉串的供应点，生火的炭呢，待会儿可以领取。烧烤的地方呢，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按照老规矩来分配任务了。买肉串，买肉串，买蔬菜，咱俩一块。我也买蔬菜。OK。生火。是吧？我生火。我怎么也生火？那大家现在分工就完毕了，留在家生火的两位需要帮助我们削竹签。这样吧，给你们做个牙签肉，待会儿去那边借几把牙签。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去买的话身上没有钱？哦，你不说我们真的没有注意到。调查官给你们准备了280块钱。多少？280。
够了吧？可以说不够吗？这个280块钱大家自行的去分配，交给谁？交给谁？交给小齐。来，我记账本上，3月29号买蔬菜280元。我觉得，你觉得吃肉肯定是首要的。你们蔬菜组干脆直接并入我们肉串组算了，一起走吧。吃什么蔬菜？我觉得我们先把肉给买的够了，先拿200。好，200给你们买肉，80买蔬菜吧。好，等一下，我们也要钱啊。干嘛？你们干嘛？我们买个冰棍。走了。等一下嘛。我们不可能身上没点现金，男孩子在外面。你年纪还小，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呀？你年纪小，用不着钱，这些我们都帮你收好，存在银行里，好不好？等你后来18岁了，上大学了，都拿给你用，给你以后留着买房子、上学用，好不好？谢谢哥哥们，谢谢哥哥们，大家都快去吧。我想吃个冰棍儿。那现在分配任务结束，大家可以出发去购买食材了。来，走，走起，午饭就靠你们了。对啊，走吧，进去吧，这边太大。走了。这个刮刮乐是个什么意思呀？我从来没买过刮刮乐。你给哥哥帮你分析。这么多数字，这个还是这个？这就是你中的，就是你买的数字啊。但是他到时候会摇那个球出来，然后看你对应的能不能中。但我还是不明白。不明不白。我已经知道了，宝藏藏在哪里。你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吗？不给看。你把彩票给我看，我给你看。你好烦。彩票给我，我就给你。我不给你。凭本事拿吧。不需要，一条线索就够了啊。来吧，戴手套。哇，这个活，这不行，不够尖，还是尖。它怎么这么难削啊？我，哎呦，为什么我削的会这么累啊？觉得这个确实累，我削几根，我这个手就得酸。我教你，给你打个样，好吧？我卡他笑得好快，确实。哎，文涛，你笑得还不错哎，感觉越来越熟练了。我觉得我们削50个应该有了吧？他买肉是直接现成的肉还是？至少应该得是直接可以穿的吧？别过来还要切半截肉块。对，阿普在应该不可能的吧？这种情况。我们是买量的还是买好吃的？买量吧，我也觉得先看量。我这一眼扫过去没看到啥卖肉的地方，还挺可爱。还要往前走吗？问一下。哎，大姐，您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卖肉吗？卖肉啊？哎，吃的肉。没有的吧？那边有。那边吗？上面这个叫河北。那边。这上面是吗？往这边走吗？还是往这边走？谁去那边都知道，这来边这个这来边后面不得跟着就听你。好。好，谢谢大姐。商店是吧？好，到山顶有，然后往那边也有。我感觉是这个意思啊。我理解是，他说你往那边走，反正是个圈圈，你都能走到。是这儿吗？是，就是他。Yes， 大哥好，生意兴隆啊！谢谢。今天生意怎么样？今天生意非常好，非常好。对，所以剩的食材并不多。对，你们要选什么吃的？选什么吃的？我们都想要。想要，真的都想要，大哥。真的，你这个串看起来特别的好。这么多，一大把，大哥你来个一口价。120块。1、2、3、4、5、6、7、8、9、10、11、12、13。13把。13把。120块。哎，大哥，你这里是不是还经营这种朋友聚会、企业团建的活动啊？是的。那是不是该打个折？是的，我们建立长久的这种合作。
我们老企业了，对，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人。我想一想啊，想一想。全买吗？这里还多少啊？一倍。大哥，你这缺人吗？我能帮你干一下午，你就把这些给我们吧。大哥是这样的，你有什么法律问题啊？我免费帮你查解。这，嗯，我拿照的律师。哦，嗯，对，下次有需要我再来找你。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的话七折，300多了。300多，我们总预算就那么多。200。有什么才艺吗？才艺，大哥喜欢看什么才艺，我们就来什么才艺。会街舞吗？会。街舞啊，那个等，慢慢来。有配合吗？有啊，有，要什么来什么。Music， 这可以吗？可以 ，Go 劲爆，随便。还行吧，哎呀，够诚意不？六折，小何再来一段，你还想看什么？胸口碎大石这种不行，你其他你随便说。有 rap 吗？有 rap， 肯定有 rap。来，大哥，哎呀，做生意不容易，坐着。大哥，我即兴来一段好不好 ？Freestyle， 万一这个韵没押上，你也不要见怪啊。来。今天来到这个店，我突然发现，哎，这个串它特别的香。三连音，非常专业的说唱，还有，哦，串串香，香香串，香里香香串，香里的串，又香又甜又好吃。好嘞，谢谢大哥，谢。哎呀，多才多艺啊，多才多艺。好，五折，折。看你们表演的这么卖力，送你们一个调料盒。哎呀，大哥，使不得。大�哥，200块，您收好，以后再来照顾大哥生意。大哥生意兴隆，感谢，有缘再见啊，大哥，拜拜。买菜80秒就能买好多菜，80我觉得够了，对，多买点呗。烧烤能吃的菜好像也不多，辣椒，辣椒得要，然后我觉得得要点，比如说蔬菜，像那种什么大头菜啊，这种呢，我觉得可以，就是能烤的。对，我觉得也别只吃肉，还是那个维生素。是的。当时一直把筷子拿在手里，边跟恩琪说话，我就边小心翼翼的打开了，就这么一头。就看到了筷子的基本样貌以及上面的图案，感觉好不容易拿到一笔钱，不好好利用一下，要好好珍惜。我感觉就是尽量让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就是新鲜蔬菜。大哥，你好。哇，大哥准备的菜很适合烧烤，对，绿色食品这都是。大哥，咱这个菜怎么卖的？玉米，然后辣椒啊，韭菜，都是3块钱，都是3块一斤。茄子是4.5块，茄子贵一点。好，咱先把最需要的玉米，我觉得咱按每人一个玉米来，一人一个吧，就打个底，万一他们肉要肉不够呢？还有其他东西不？看看多少钱。多少钱？这些我们算一下，我们带的钱不多，所以说我们先看一看。玉米是。21块钱，那放心买吧。然后韭菜也要，土豆片，烤土豆片，烤花椰菜，花椰菜，拿2个土豆切片就够了。土豆片，烤土，先拿什么？我觉得咱先拿辣椒。是的，对，辣椒，提味儿，而且。再拿2个花菜。可以。花菜好高。好。一共多少，大哥？51块钱。
哇哦，那其他的咱们看看路过有没有超市什么的。大哥，我们多给五块钱把这车不直接给我开过去，开玩笑。30吧，大哥，没零钱了，30行不行？谢谢谢谢，感谢谢谢大哥，麻烦你，我来。没事，我听你。送你两斤。哎呦，萝卜条。哦，谢谢，我、哦、好想吃这个。谢谢谢谢，还有自己家做的啊。好的，行，谢谢您啊，谢谢，感谢感谢，感恩。好，谢谢啊。慢走啊。谢谢。我用这个钱合理的在饭庄里面买几道菜可以吗？可以。别打啊，这里这里这里。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点几个菜。啊，你有菜单吗？有菜单吗？我们看一下。来个凉面吧。哎，来个凉面。咱一个凉面，一个炒饭。然后我们再拿10块钱，您帮我们就是把这些小菜，什么萝卜什么混一下也可以，就10块钱的量，您看着给买。好，就这样。行，那就是40给你。他们好像还在生火。钻不去火吗？在吹感觉。这么快的吗？哦。200块拿下，快快快！本应双倍于他的。哇，这么多。这是啥？放这儿吧。哇。哇，好棒。来吧来吧，生火了。来，生火生火。你可以用木炭就搭一个，然后干冰放在它三个下面，然后放它下面，然后再拉点报纸，再点点在那。有圆了圆了，放下去放下放下面。我觉得它这个火没烧不了东西，难着啊。我们只有2块酒精哦。嗯。那万一酒精烧完了，它还没那个咋办？我其实这个炭压得太实了。我们俩应该早一点生消那个签消那个签子不应该。我们应该早点生火的。对的，这个比较慢，可以架在这边，你们再去选那个。阿婆在那儿已经开始解题了。其实拿了初始道具之后，我很快看了一下里面是什么。然后发现其实并没有钱，只有4张门票。然后4张门票上面的信息其实挺多的。哦。哦，按时间顺序，这些地点。我一下就想到手机上面是有我的昨天寻宝过程中拍下来的照片。这个地图其实是昨天第一时间就拍下来的。第一个想到信息点就是日期。然后其实对应了一下，我发现只有2个日期，一个是3月15，一个是3月20。当我把3月15号的地点连成一条线段，3月20号的地点连成一条线段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焦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就是那个焦点一定就是我想需要去的地方。OK。加油，我去找找。啊！说完线索就走了，就不删了，饭都不吃了。不吃了，吃啥饭呀？走走。小孩知道线索以后，马上去找线索，饭都不吃了。你们这样，哎，你们这样，哎，不想吃了，我不想吃了，我不想吃了，何必这样呢？没有没有，我只是拿块更帅的板子。走开，阿婆。哎，这不会吸了。吸了，我这个生吸了，人才。哎呀，这个饭吃的好烦躁啊！真把它生吸了，天哪！是你太大力了，这酒精都烧完了呀。太久了，听说有一个主人特别擅长生火，不如我们前去，走吧，请，请人家出山，对，我们必须要请老人家出山帮我们生一下火了，不然饭都吃不上了。你好，你好，
你好哎。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最早的银河银行还是属于中国的。那个哥哥，你帮我生个火吗？我们感觉饭都吃不上了。好的好的。专业人士来了，专业人士来了，都闪开！名侦探学院众弟子恭迎大哥就位。我从里面生蚝再拿。哇，可以，好，谢谢大哥。那就太好了，大哥，小心烫啊！名侦探学院众弟子恭送大哥。走好。这么多人围观，大哥，人家哇，专业设备，拿这个火力太猛了，拿我们那个灶台的那个火。我去外面坐会儿。今天上午我在选择初始道具的时候，我是选择了水杯，就是既然它是一个水杯，肯定就是盛水盛液体，对吧？然后去把它灌满了那个自来水。就是一开始我以为那个水杯所带到的线索是被那个名牌名侦探学院的那个手摇茶的名牌所贴住的那个字母，所以我通过各种各样的角度观察那个字母。后来发现它就是这么三个英文单词，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我在想，可能这个水杯的线索可能并不在这边。然后的话，我就去，想着就是回来，然后再仔细的去找一找。啊，65厘米的位置有一个记号，因为我一开始拿到那个我就看到那个油漆的记号了，然后我可能一开始觉得他是要我去找一个这个，因为它标记在了一个特殊的刻度的那个位置，我一开始会觉得他是要我找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东西。东西65厘米呢？啊，那小屋确实别人的家，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然后看了一圈，感觉也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就可能线索应该会在家里。大哥平时买六合彩不？买六合彩吧。啊。没怎么买。没买过。大乐透。大乐透。啊。听说。听说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后面是，就是这个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这些数字？嗯。哦，我也不知道，不买手这个东西。你不买是吧？啊，不买。哦，谢谢。哇，生蚝啊，太强了！快等一下，全部都拿起来了啊！好呀，好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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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哪了？凉面、炒饭还有凉菜。我会把线索都找到了吧？不会拿完线索了吧？已经。那加上呗，开烤呗，来吧。
in a different zone. Believe me, it's better to see than spend all your life wondering. We could fly to the ocean. 有点咸。子凯，他说你烤的串有点咸。不是，我说这个咸菜有点咸。我盐都没放，怎么可能会咸？你怪我？有人在煽风点火。五花肉好了 ，OK。要烧烤还得是凯哥来。哎呀，你可毕业了，找到线索跟我说就行了，我谢谢你。哎，我教你，我教你，就是你翻串的时候啊，你这样拿，就是你再翻过来，它就不会变，是吗？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手一定要保着。说学费不？看我们两个都是傻子的份上，不收你费了。嗯，好吃，真香。相信凯哥的手艺。岳阳烧烤小王子，坐呗坐呗坐呗。吃饭啦！尝尝这鸡脆骨，朋友们。好吃吗？好吃吗，普哥？非常之美味。高贵的鸡脆骨是由新鲜的食材做成。往往只需要经过凯凯简单的烹饪。凯哥在吃草，声音在减肥。你刚才在我面前，你知道吗？我现在就闻见一股青菜叶的味道向我扑面而来，感觉像我前面做了头羊。大家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吃饱了吗，普哥？吃饱了。OK， 走。准备。回去玩游戏了。开始。走。石头。本节目由调查官手摇茶独家冠名播出，调查官手摇茶，全民好茶，等你调查。好了，快点下来玩游戏了。来了，来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 number one 的游戏环节了。游戏获胜的一队成员可以复制学员任意一人的初始道具。我们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分队游戏。分队游戏的名字叫做丢箩筐。复制道具团队战，分组游戏，丢箩筐。游戏规则：现场一共六个箩筐，每位学员选择一个箩筐，站在起点白线，朝终点白线丢掷。只有当场上超过终点白线和未超过终点白线人数形成3-3的情况时，才视为分队成功。箩筐超过终点白线的三位学员为长队，未能超过终点白线的三位学员为短队。箩筐在厨房。OK。丢，这个箩筐很难丢吗？看你丢哪块，然后凑成3-3的局势才可以。三、二、一、扔。哎呦！哎呦！你干啥呢？哇，上面一人啊！你为什么往上面扔？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真好吗？现在是3-3啊！做完了。这又是我们三个。哇哦，这个缘分。Cool。一雪前耻，兄弟们。没事。他再放什么也没有意义。哎，都是我的好哥哥啊，一个个。现在我就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撑不住了》。我坚持不住了。复制道具团队战。撑不住了。游戏规则：在游戏开始前，每个队伍的成员需进行分工，一名学员进行反应力比赛，另外两名学员站在小木墩上，用单手支撑扁担。反应力比赛的游戏桌上有黄、黑、红、蓝、绿5个色块。游戏开始后，调查官会举起题目板，
学员们需要用最快的速度观察出题目中没有出现和提到的颜色，并推导相应色块。如己方推对一个色块，对方的扁担需要增加一个砖块；如对方推对一个色块，则己方的扁担需要增加一个砖块。如果己方推错了一个色块，己方的扁担也需要增加一个砖块。当某一队中支撑扁担的两名学员率先撑不住时，游戏结束。撑得更久的队伍视为本游戏的胜者，可以任意复制一位学员的道具。现在请选择你们谁是做反应游戏的，谁是挑扁担的。商量一下，给你们30秒时间商量一下，好吧？反应力我是真的不太自信，我反应很慢。我也不自信，我只有在舞台上反应比较快。他不管出什么牌，你先看红绿有没有红和绿的字或者是颜色，如果是确认这两个没有，先推这两个，然后再去看其他的牌。那你就来问，来问，可以吧？来吧，也行吧，来吧，这样赌一下。我觉得咱们直接手心手背来吧。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哎，兄弟，加油！可以，肯定是一样的呀。你如果不碰你的身体的话，这个力，这个力是靠你的肩膀的，你这样的话是可以用到胸的力的。没有没有，你拿的那只手，右，你哪只手劲儿比较大？还是右手，肯定右手惯右手。那我就调距离嘛。差不多这样，远一点吗？双方准备好了没有 ？OK OK。游戏准备开始了，3、2、1，抢了，你刚刚已经哦，对，我的，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是绿色，这边加两个。为什么我们加两个？他们推对一个，我推错一个。长队这边为你加上一块，放中间，放中间，再往中间放，对，对称性的，你找一下这个平均的这个感觉，可以，稳住一些哈，小何也加油，好，3、2、1，开始，二。没了。漂亮。确定了吗？还有吗？那这一题正确答案是黄色。那么短队加上两块板砖，短的是什么？没事。第三题了啊，3、2、1，开始。好，这题正确答案就是黑色，加一块是吧？所以恩琪加上一块板砖。下一题，3、2、1，开始。漂亮，绿色，恩琪答对了，短队再加一块。短队现在负担有点重啊，现在有五块板砖了啊。爽不爽？三十。我们准备了下一题啊，3、2、1，开始。两个在用力较劲的那个画面，
小何这边可能就是慢了一点点。没事，小何 ，OK 的。兄弟们很能撑，还能再放20块，真的是看不起谁呢？当年在工地不是白干的。我能往那边转一，哎，准备了下一题啊，三、二、一，开始。好，那这一题呢，答案就是黑色，双方都要加一块，因为你答对了一题，答错了一题。啊！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好，这题答案是红色，恭喜我们团队，团队需要再加一块。我真的要拼这个，你跟人家扳手腕呢？那我们进行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好，恭喜我们的长队，这题答案就是黄色。那等等需要再加一块板砖。我看他那个表情，整个脸都已经涨红了，然后那只手的话，我看他已经这样僵住了，还是会去不由自主的去责怪自己，就想把板砖糊在脸上。没事没事。我们下一轮，三、二、一。开始，我已经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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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发生了什么？放轻松放轻松 ，OK 的，送我送我送我。那这题正确答案就是黑色，恭喜我们长队，速度会更快一点。开始，来，我们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对，这一题正确答案是红蓝，那各答对一题，然后各少了一题，一人加一块板砖。还撑得住吗？还撑得住吗？顶不住了，小七，我没事，撑不住就撑不住，没关系，没关系。辛苦辛苦，没事没事没事。因为我的失误给队友造成了这么重的负担，还是有点非常沮丧。就当时输掉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情非常非常的差，因为我觉得还是很难受。就是亲手给队友加分的这种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的有这种负罪感。这一轮游戏我们结束了，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我们的长队获得了胜利，获得了我们这个复制初始道具的资格。可敬的对手，可敬的对手。那现在长队就可以思考一下要复制什么道具了。我先想一想，我要水壶吧。当时为什么选水壶，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一个处理大量文本类信息的一个初始道具了，最好去换一个思维方式，然后去找一个比较直白的浅显的图形类的道具。 U 盘，U 盘里的信息，你只要打开了它，里面的东西是很直观的。我用一个尺子，我要满家去找，我去找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范围有点大。我要钱包，钱包会有很多有效的信息，有可能会有钱，有可能会有一些身份信息，会直接一些。水壶、U 盘还有钱包。刚刚我们结束了我们第一轮游戏，恭喜长队获胜了。好，接下来的这个游戏呢，这个名字就叫做猜到你了。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猜到你了的游戏规则啊。复制道具团队战猜到你了。游戏规则，场上共有26张卡牌，包括数字0到11的12张蓝色、12张黄色卡牌，以及一蓝一黄2张万能卡。万能卡可做同色任意数字使用。准备阶段，每人选择4张卡牌作为己方初始卡牌。卡牌摆放规则如下：卡牌按照数字大小从左到右依次递增的规则摆放，右边是数字最大的卡牌。当数字相同时，蓝色卡牌摆放在黄色卡牌的左侧，即在相同数字出现时，蓝色数字小于黄色数字，
万能卡，可以放在任意位置。游戏开始，玩家从卡池中抽取一张卡牌后，选择一张对方的卡牌，猜测其数字。如果猜测正确，玩家可以选择继续猜测或结束本轮次。如果猜测错误，则是按照规则摆放卡牌后将卡牌换倒。率先猜出对方全部卡牌者获胜。猜到你了为三局两胜制，获胜队伍的三名队员可各自复制任意一个道具。现在请两边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先后手。石头剪刀布，好，凯凯决定一下先后手。先猜先猜先猜。那请两边先选四张初始牌。来，短方现在选择一张牌，然后猜测长方的牌。好，现在请短方猜测长方的牌。现在就猜两头吧，猜两头。对，猜两头。大火最小，那就猜蓝十一。头就真的是开头就是你就是开头就是瞎蒙，给你压中了就压中了，就是开头不错，随便猜可以。好，最右边的蓝色是蓝十一，恭喜你猜对了。啊我啊我真没想到这都能猜出来，竟然能猜出这边三张都比十一小。恭喜你，算的一点错都没有。所以现在的话，短队选择继续猜还是停止？我想想，刚我们在翻查这张万能牌的时候，没有设计细。那第二连猜四个，那就直接第二。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四放在万能牌的前后，后把万能牌做成蓝的小牌。这样子他们就以为这边是小的，所以四放的万能牌又很便宜。那我范围只到零到四之间选，而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你明白我意思吗？啊，就是现在万能牌的可能性会更多。对对，你们是决定继续猜还是这一轮放弃？我们决定直接放，不猜了，是吧？好。啊。不要乱放，不要乱放，别假装那是万能牌了。哎呀，今天的戏怎么回事？今天戏不太好，对不起，没接上，没接上。好，短队已经放置好牌了，现在请长队取一张牌。来，开牌。哦，哎呦，厉害。顺着猜，你说他们那个最中间那个蓝的是不是蓝八或者蓝六？保守一点是六。好，相信你。这是我，这不是你说的吗？开始甩锅。最中间那张牌，那张蓝色的牌是六，蓝六。最中间吗？对。是不是蓝六呢？你们告诉他。不是吧？不是吧？居然不是。长队猜测错误了，请长队倒牌。哎，是对的吧？他也开始演啊？对，倒错了。哦呦，哦呦，想喝摸牌，想摸哪个摸哪个，你觉得哪个长得好看就摸谁。嗯，这是他的第二，就是这边是黄七，对，黄七或黄十，我猜我觉得是黄七。嗯，这个是无所谓的，对吧？哎，那你就决定了，来，
挨他。中间那张黄色的牌，黄七。五、嗯。五、嗯？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我们又猜中了。哦，太棒了！小齐、小凯、小何、小齐，太棒了！我们这个队伍何其幸运，何其幸运呢、啊？何其幸运！那请问短队，你们是继续猜牌还是？好，我们再考虑一下啊。肯定猜蓝的，蓝的是三选一啊。嗯，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敢这样做的。哎，对对，好，那就猜了，猜了。好，我猜这张。蓝色的牌是蓝九，长北的回答是是啊、哦、不是啊、哦、哎呀，终于可以看到一张他们的牌了，哎呀，这太难了，没关系，猜那个黄七，因为他的两张黄牌里面有一张黄色的八或者九，因为他没有那个蓝八和蓝九，所以他猜我。但是不妨碍我们认为那张蓝色是蓝的。就是黄色的那个。再拿一张吧，拿一张蓝色牌吧。还是那个一二，我们左边数一二三，就是他们这个第一个那个蓝牌，对对，这张色的五，对对，那就是六，那就是六，蓝六猜过了，蓝六，我们先猜的蓝六，六蓝六不是，对，蓝色的五，猜了五就不是，全队倒牌，哎，蓝九不是。好，现在是短队取牌时间。哎，好牌，好牌呀、啊！猜一张，蓝色的。不会吧，那张不会是蓝十吧？啊，那应该是蓝十吧？不会吧？我们再换一下。不是蓝十吗？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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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十。现在长队你们只剩一张牌。短队是准备乘胜追击呢？还是再等一等，我们只要挑一个中间的数字就可以了。我觉得就比如说黄三或黄五，就黄三。好，猜了。好，黄三。到底是还是不？耶、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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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这一轮的游戏是短队获胜，恭喜短队飞到了今天。马不停蹄，今天下一轮，胜方来决定一下先后手吧。我们还是先手吧。那请你们先各自取四张初始牌。好了。哎，是这样吗？哎，是这样吗？这么多万能牌，哇，四张，四张万能牌，摆好了。好，请短方先取一张牌。这第一把摸到这个有点危险，因为现在我们只能凭空猜。反正现在他最那边的黄色的牌，三，在这地方，好，二。猜最那边的黄色，黄石。好，请问一下这张牌是不是黄石呢？啊，这也行？开锅！万万天！什么鬼？我们选择不猜了，保守一点。保守一点，这么吓人。
觉得猜一下那个什么吧，黄心怡。好，好，这你们两个真的，你说出那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那张牌已经倒下一半了。对，黄十一，究竟是不是呢？是黄圣依，不是。哎呦，又来谐音梗，我们这是什么节目？哎呦，请倒牌。他们那张牌不是黄玲吧？好，现在请短队取牌。猜一张黄玲。黄玲，我觉得吧。倒牌，倒牌。只有你在做，那有点远了，我是觉得。这里面也是黄三，觉得没演。哦，他觉得是黄玲，我觉得没演。我也觉得没演。那就来，那就按你的来。最那边的那张黄三，答案对的。但那不是明牌了吗？黄三和黄四中间的蓝四，蓝四。它不会是一张万的牌？怎么可能？没错，这张牌就是蓝四。运气哪来这么好？以为万能牌，你们手上不会有万能牌吧？这张不会是万能牌吧？这张黄色，我是觉得万能不会放在这边的。唯一说他黄万能，可能就是他那边的牌都特别小，就缺少那张黄牌。六、八、二，对吧？黄八，哦对，最这边那张黄八。继续。哇哦，城市追击，哇哦。黄八边上那张蓝牌，蓝八，蓝六，打牌。哦，哎呀，那就是万能吧？怎么每次都有万能牌？先把黄一给藏了。黄色那张是黄一。好。好。没错。刚才我们是蓝六，所以他们没有蓝六，肯定有一个蓝七，不然的话他们怎么随便搭？对，那就是五七。我们继续猜，猜最左边这个蓝七，蓝七，最后剩的那一张牌是蓝五。最后剩的那一张牌是蓝五。Yes! Yes!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他们确实猜得太准了，然后我们的问题就在于第一张就挑中了对方的万能牌，然后连猜两次猜错，对方又连猜两次猜对了，这样悬殊一下就拉开了。第二局也是那张牌我们猜错，我们基本也就输了，因为我们暴露的信息太多了，而且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明牌了，他们一下就能猜到。其实我们这个游戏我觉得之所以能获得胜率，运气占了很大的成分。开始我先把那个十一给蒙对了，在我们猜对的情况下，对方的压力很大，他们一张都没有猜对我们的，导致对方就是失分很严重。而且我们的运气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两人都拿到了万能牌，他们猜不中我们的牌的情况下，他就会暴露更多的牌，我们就可以锁定他更多的牌。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大的一个策略是在于一开始暴露信息的那一方，就是后面的劣势就会非常的大。先恭喜我们短队啊，获得了胜利。然后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想要复制的初始道具是什么？可以思考一下。我选 U 盘。我要钱包。要钱包吧，我也要钱包吧。
家先休息一下，我们八点开饭。好，内卷，卷起来，卷起来，出发！我要接上水，出发去远行。出发，出发，出发，跟时间赛跑。今天晚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为我就特别幸运，我太幸运了。我在刚开始我的任务的时候，我就拿到了我要的线索。送你两碟，哎呦，萝卜条。哦，谢谢。哦，好喜欢吃这个。还有自己家做的啊。好。蔬菜的摊主好心的送给了我们两盒很好吃的酸萝卜，但是他当时拿了两个小碟，这个行为让我很诧异。而我在出发的时候就看了一眼我的筷子，看到了一个花的标记，而恰巧他给我的两个小碟子上面也都有这个花的标记，碟子上面写着山水相依农家乐，所以说我现在先来这个地方来找一找，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能联系上的，但是这个山水相依农家乐一定是，哪怕不是我的线索，也是某一个人去往下一关的线索。我现在偏向于我，因为碗碟都是餐具嘛。哎，你好，你好，大哥，大哥，大哥，非常非常感谢。那个餐具我给您拿回来了，您这餐具一般放哪儿？就是我，因为我这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是您家的筷子吧？哦，筷子，是吧？给你拿给我看一下，给您看一下，应该是您家的，我感觉像是您家的筷子。你看，这是您的啊，对对对，这是您的碗，谢谢。这个是不是您家的筷子？是的，这个是的，是您家的，对，一套的嘛，是一套的。对，这套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其他东西了，就筷子碗嘛。就筷子和碗是吗？我能在这儿大家看一下吗？可以，谢谢啊，谢谢。这不是一套的，这个是什么呀？也是碗，看看。一样的哦，这个是跟那个桌子上的是一样的，桌子上面的是一样的。哦，那您这个，哎，大哥，您今天给我们送这个酸萝卜的时候好像没给我们那个蘸料。哦，是蘸料是吧？是的。哦，蘸料有，蘸料在这里。好，谢谢谢谢。是拿什么做的？这个酱料是自己调制的。自己调的是吗？好好好。哎，这个叫蘸料对不对？哦，好，谢谢大哥，谢谢，麻烦您了，谢谢。现在我找个地方去分析一下蘸料这件事情。对，我的视线要能看到那边有没有来人。好苦，那里面好像加了酒。苦尽甘来，不行，说第一次的那个影响，我现在满脑子在想各种乱七八糟的四字成语。除了苦尽甘来，我在想其他的形容词。是因为它坏掉了吗？它如果没坏的话，我该怎么形容这个蘸料呢？与蘸料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拿到那个我就看到那个油漆的记号了，65厘米的位置有一个记号。我会觉得他是要我找一个65厘米的东西，因为它有度量嘛，可能线索应该会在家里。我唯一找到的就是那个晾衣架。
你这里都翻了吗？那不昨天的东西吗？有新的东西吗？这个翻了，应该是昨天用的吧。这个东西是啥呀？这个智力答题。对啊，有智力答题。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我在电视机柜下面找到了一本乡村生活指南，然后里面有一些关于养殖的一些知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线索。Let's go， 走。先走一走了。就既然它是一个水杯，那它到底能够干什么？肯定就是盛水、盛液体。那么一开始的话，我去把它灌满了那个自来水。自来水不行，我就试了一下热水，比如说受热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渍什么的。灌热水。你们都出去啊！啊，我先把包拿下，我打算出去。先喝点热水。然后你发现呢也没有。宇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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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出去，我们就出去上会儿步。我们去搞辆摩托车吧，真的，我帮你搞一辆。怎么，你通告更新了吗？啊，通告更新了吗？什么通告？就是这个通告。没有没有没有更新，还是跟昨天一样。宇哥，前两张票是2021年3月15号，一个是光明登山道，登山道也就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是3月15号，是在松鼠主题乐园。3月15号的时候，他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光明登山道，票价30元，还有一个是光明松鼠谷，票价50元，还有另外两张是3月20号。一个是在白鹿户外营地，也就是在这里，还有一张3月20号是光明蝶谷。想想有什么关联，蝶谷、房山、户外营地是一个，松鼠谷、松鼠主题乐园。如果把这几个地方连起来的话，这样的话是一个十字，这个字，石凯，石头，不会这个纸条就在石凯身上吧？石，有没有石？是，一会儿去书房看看有没有诗集。是，先回住的地方。去地图上的两条线段的交界点，看一下那里有什么。在烧烤吃饭之前。把3月20号的地点连成一条线段，3月15号地点连成一条线段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焦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明白了，那个焦点一定就是我想需要去的地方。这个位置，走到光明商店，再往前走一小点，应该就到了。光明商店到了，再往前100米。前100米快到了，但是在路中间啊。哎，
要不咱们择日不如撞日来个纳凉特辑。可要更紧哦，别我一转身，别我一回头，一个人没了。你们穿五毛绿光，没有什么东西了吧？道具的个人战，萌到你了4.0。哒滴哒滴哒哒啊啊啊！大团灭！千年等一回，乖乖。小苹果，《本草纲目》，棉花糖。回答正确。屋里干涉，一直干涉。保持这股干劲，晚上猛猛冲。有东西吗？没有啊。你不去那边转一转吗？我等会儿再去吧。只是需要一个独立空间，做一个刚刚就算想做的实验。哎，那边有人。先隐瞒自己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我感觉文涛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哦，我觉得我要回去监视的文涛。他们给我找到了吧？门是开的。看来已经有人了，是吗？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OK。我。雨下整夜，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Hello， 大家好，我是神秘出题官石凯。郝俊抢走了前面女生的背包，最后得到了女生的感谢，这是为什么呢？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三中午12点，尊享《名侦探学院4》，没看够学长们的烧脑时间，想要 get 同款脑力游戏，上芒果 TV APP 搜索《神秘空间》，超多惊喜等着你们。上微博搜索《名侦探学院》话题，为喜欢的学员加油，观看节目精彩视频合集，一起玩转名学。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特别合作达达快送智行，百度输入法一代驾，木鸟民宿，接电鹏影圈。